各位韩国朋友好，我是谢明文，来自复旦大学初中文学与古文字研究中心。这次向大家报告的题目是《说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中货与区域义的国域的字词关系》。像下面这个图表中，我们列举了很多商代字形，包括金文、还有陶文、甲骨文里面的字形，这些字。过去一般被视作府乐的乐的表意初文，其实它跟商代文中真正的这个乐字形不合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商周真正的乐字，如这个竹明经文里面这个乐，还有诗客许的乐，还有歌妓子白盘里面的乐，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这个乐与它们字形是不同的。可以知道商代。这些就是做乐的字啊，肯定不能是做乐。商代文中就是做乐的这个字啊，我们认为当是做货，这个货就应该是这个表格中这种兵器纳币之后的象形字。从商代的货到西周金文里面确定的货，它的一个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圈形脱落。我们可以把它们的变化图示如下：当这个圈形脱落以后，就演变为西周金文里面第一类写法的"货"字。第一类写法的"货"，在圆圈上面添加一横笔作为势笔，它就会演变为金文里面第二类写法的"货"。在第二类写法"货"的基础上，在圆圈下面也添加一横笔作为势笔，它就会演变为第三类写法的"货"。第三类写法的"货"，将这个圆圈上面这一横笔与右边的这个笔形相结合。然后讹变为这个戈形，它就成为《说文解字》以及后世的这个"货"字，从戈形的直接来源。从甲骨文以及其他商代文字中的"货"演变为西周金文里面的"货"，它的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这个圈形脱落。同类的变化，我们可以参看古文字中"弓"字的变化。弓本来是在手臂上加一个圈。指示这个弓所在的位置是一个指示字，当它演变为西周金文里面这种类字形后，就是圈形脱落，它跟货的这个演变是完全平行的现象。这也可以证明，商代文字中就是这乐的字啊，应当是这货。另外，从此例上来看，商代文字中这个货的词例与西周金文里面的货的词例是。意义完全对应的，也可以证明商代文字中这些字形当是做货。商代甲骨文与西周金文中货主要有三种用法，第一种用法是用作人名或族名，第二种用法是用作频率副词，训为又在。我们来看甲骨文这个例子，戊申补，王其货醒田，它的意思就是。戊申这一天占卜，王再一次醒天，可不可以？我们再来看这个见鬼的这个词例，今予为祸生命入，它的意思就是现在我再一次重新任命你。第三类用法就是表示区域，像甲骨文里面这个蠢欲方率发西货，还有金文里面。为王命民工且商卒伐东货，这个货就表示区域义。像这个李学勤先生将甲骨文的这个相关例子中的货啊读为国，西周金文里面这个东货、南货的货啊，研究者一般也读作货。有很多人认为它表示的是国家义的国。其实陈梦家先生曾指出，这种货字其含义。为玉或土，黄金贵先生、大西克也先生更明确地指出，西周至春秋国家邑的通称是邦，国字在比较早的时候并没有国家邑，货在西周金文中主要用作玉，而不是国家邑的国。我们赞同这一个意见，并且进一步认为这个从土。获胜的这个"玉"字啊，它应该是国字，
在后世主要用于区域意引申而来的国界意以后啊，专门用来分化国的区域意的一个后起分化字。三代与西周相关的或字读作国和域，我们认为都可以，但是它的意思是指一定的区域，而不是后来的国家意。或表示区域意的国域的相关词例主要有下面几种。第一种是西国甲骨里面有两例，其中有例像这个合补1122，甲戌王补征，金乌九宁，蠢于方率伐西国。我们认为它此例可以跟合集6357对比。合集6357的此例是公方福生西土，公方齐生西土，生黄庭硕先生说生字由商宋鹦鹉生入其主之生，国与秦寇生矣，伪造住生入境生也。殷墟甲骨文中已经有这个占卜东西南北四土数年的记载，说明商代已经有四土的概念。于方率伐西或与公方浮生西土，公方齐生西土的词例相同，他们的这个事情也相近。西或与西土结构相类，语法位置相同，这可以证明或应读作国域，表示一定的区域。西国与西土的意思基本相。第二种类型是南国的词例，西周经文共有八例，主要是介于西周早期，西周晚期也有两例。第三类情形是东国，甲骨文有三例，西周经文有七例。第四种词例是南国、东国连用，西周经文两例，见于这个晋侯书中和于鼎。第五种词例是中国，西周经文一例，见于这个和中。为武即可大于商，则停告于天曰于其宅之中国。第六种词例是夏国，见于这个于鼎。第七种词例是四国，西周经文里面一共有三气，共四例。我们主要来看第二例，这个坐车风力与第三例湖中。我们主要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例与第三例。例 2A 坐车风力次意四或与二鼻见顶次意四方，前面都有保王生，两者的词例完全相同。列 3A 湖中俊宝四或与三鼻大客顶俊隐四方，前面都有齐万年，两者词例也基本相同，可以证明这些或字啊，应该就读作国域，表示一定的区域。四国是与四方四土的意思基本相同。或表示区域的这国域啊，着有西国、南国、东国、中国、夏国、四国几种词例。四国是与数量有关，其他都与方位有关。于鼎用天降大上于夏国，用方位词夏是相对于在上的天而言，故称呼为夏国。商代甲骨文中称呼商代的首都为大邑商，称呼围绕在其周围的是四土，自然是认为大邑商为天下之中的中央地区。因此合尊为武即可大邑商，则停告于天曰于其宅之中国，一句体现出来的地理观念跟商代人的地理观念是一致的，将武王攻克了大邑商，自然也就占据了天下之中的中央地区。因此说宅之中国，中国显然是指大邑商而言，它明显是与四土相对的概念，亦可证明合尊中国的国是指一定的区域。三代甲骨文西周经文中表示区域的国域的用字，它主要有三种情形。第一种是用或字来表示，这一类很多见，我们在前面的 PPT 里面也有展示。
第二种情形是用这个国来表示，它鉴于这个应侯是鬼，此地为狼国，还鉴于这个陆中中，它此地为内国。第三种情形就是国域这个词，它用从易获胜的这个字来表示，一共有两气共三力。下面我们是讨论这个他们的字词关系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鼎里面这个获的这个氏族，这个鼎这个气族的名字不认识，暂且我们就把它读作会吧。这个会鼎的他们就是在这个左边的图所示，他的名王一般视作为王伐东夷，在公令会大使于曰：“以失事大有司，后国劫伐莫夫辈，会用作愿公保尊鼎，就是将这个后后面这个或夺作国。”其实经文中或表示一定的区域时，前面都不会加具体的国族名，因此这个后铭文里面的这个后不能看作具体的国族名。或表示一定的区域，前面加方位词时，主要是东西南一类表示具体的方向，不会出现前后这样的词语，因此也不会出现后国这样的组合，并且视作这个后国与世事有事在铭文里面也并不能构成并列关系。这些都说明将鼎名的这个后或之或夺作国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关于鼎名或字的一个世俗意见，我们认为这个鼎名后在后面应该断开，后应该属前读，就是大有司后作为一句读，它应该与始密鬼等铭文中均在后曰殿之殿意思相近，或仍是用作频率副词训作右，所以我们的释文应该就是这么断句：为王伐东夷，在公令会大使于曰：“宜失事大有司后，或劫伐莫夫辈，会用作愿公保尊鼎。”这个或仍是用作频率副词训作右，在鼎名的大概意思就是讲武周王征伐东夷，在公命令会和使于说：“你们率领师士与有司作为后朝部队，殿后再一次征伐莫这个方国，弃主在战争中俘获了贝壳等财物，于是为乐公做了这些鼎来纪念这次战事。”最后我们讲一下我们的这个主要结论，在三代甲骨文与西周经文中，或既可以用作或表示国族名或人名，或表示频率副词训又在，它也可以用作表示区域的国域。或本是一个与兵器有关的象形字，它用作表示区域的国域无疑是属于假借用法。国字从为或生，从为之字常与一定的空间范围一定的区域有关，如这个原有的又、园林的园，还有这个圃等字，因此这个国从为应该就是表示区域的在国域的一个后期本字，因为义这个诚意的义啊，也是一个与地域相关的概念，因此这个从义获胜的这个字啊，应该就是在假借字获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义符产生的形声字，是国字的一个义体。从三代甲骨文西周经文的用意来看，表示区域的国域绝大部分都是用假借字或来表示，西周中期开始已经出现少数几例用本字国来表示，西周晚期出现用国字义体及从义获胜的这个字形来表示区域的国域，而域字应该是国字在主要用于区域引申而来的国家义号，用来分化国的区域的一个后期分化字。就是我的报告，谢谢大家。